感觉感觉有没有推中心？有没有推中心？我表演卡吗？对吧？哎，这卡吗？鼓啊，好的，鼓啊，好的。请坐这边回挂，我要记着哈。好，手套。来，这什么？你用手套吧。嗯，靠北边，咱们别用，一样拍。那个，外面那场我去外面那场。这个请出去，这个弹夹。可以啊。那北投分局啊，今天发布的是我们破获黑帮枪支交易案。本分局获报，就是桃园地区有绰号“狐狸”的竹联帮信堂分子哦，为了壮大组织声势，谋法暴力哦，他们利用这个槟榔摊，在我们桃园市中壢区的某间槟榔摊啊，利用里面掩护来做贩卖枪支的场地哦。那本分局哦，获报上情。在我们吴敬忠分局长的指示下，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缉队共同合作来侦办这个案子哦，并经报请桃园地检署河谷的郑检察官指挥哦，顺利侦破本案哦。本案呢，本次行动哦，本分局在桃园的观音区、中壢区等一带，将绰号狐狸的温姓等犯嫌哦查缉到案，共有三名嫌犯，我们当场起获。他们要贩售的美制英特拉泰克 K99 冲锋枪一支，还有子弹41颗，还有以色列制 Zaraki 914型冲锋型手枪一支，这两支在目前我们台湾都是非常罕见的枪支啊。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打击行动哦，有效遏制这个黑帮犯罪的气焰哦，净化社会治安。